你想去，你那才叫你讲，你好人吃豆腐，想要么给点点，你应该当着好人歹看啊，刚到时要等到我出去，你才会跟我求救。所以你看会出来？看会出来什么？看会出来我跟你求救。不是，我只是看袂得过，所以才会忍袂住的。你骗人！ 那呢，在日本料理店，你搁搞到三工？那是因为咱是朋友的关系。那呢，今日嘞，你伫咧公共场所拍人，会造成什么款的后果？你敢会唔知？你莫甲我讲，你是看袂得过哦。 多谢恁大家，甲恁花面子。林刚，我甲王一龙一定好好请恁食饭。对啦，阮小琴哦，一定会报恁几条更较好看的新闻，保证袂互恁失望啦。这是你讲的哦，一定要好有新闻会当写。一定会对。别记啊，爱讲话算话哦。好啊。杜先生，今日真多谢你出手斗相共啊，啊若无，明仔载新闻无出来，代志就大条啊啦。 用这张机票，甲拄啊多利头家去人找他掉的，啊若无到时，伊乱爆料，甲代志要安怎？对伊龙甲恁兜家己拢无好处。我知影，我即马就去处理。喂，王玉龙甲严小琴即马伫咧商务旅馆开房间，即马拄啊伫面。有迄张相片吗？ 你想哪给我加这大了啦？惩罚你啊！想叫你进前跟我过去加这久，无甲你做一点仔记号，
旺港玩吧。不过，现在我甘愿了啦。我保证，我一定会好好啊珍惜你对我的感情。小晴，你听我讲，你先避开。王先生，这是你还我的金瓶。多谢你。这是我拄只拜托伊买的衫。这是我的寸笑嘞，你搁会记得我穿几号？结婚之前，国公甲我拢袂记啊。那是包包、哦，国配归属啊。那包包不是要给你的。会感觉歹势。感觉对不起无？对，小青，拄只我是啉酒醉啊，即摆我更清醒啊。是嘞，是我也唔对。你啥物意思啊？我只是要甲你讲，我已经结婚了。我知啊，我袂要紧啊。你袂要紧，啊，不过我有要紧。王一龙，安尼拄啊，咱两个。我讲过，我啉酒醉啊，我只是一时的冲动。你走，我无想要看到你。